traveler. Don't get between me and my gun, heretic!画风嘛，画风类似，卡通风格，对，是把它做成像卡通类型这样，这款蛮好久，现在才有空玩。 要怎么中文化啊？他怎么中文要去哪里找？奇怪，我找不到他的中文按钮，怎么切中文？应该不用吧？应该是里面切吧？还是要去外面切啊？ 他这个。
那这个应该都是说全语言的版本，就是说切一下就好，不用再下载任何东西了。对，应该去外面改吧。现在选项里面找不到。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玩英文版比较有感觉啊，比较有感觉。中文我没什么感觉，中文字体的关系。啊，退出。切啊！真的很烂哦。这只是在干嘛？这只好像叫做什么？小垃圾。改啊！我刚刚把那个弄了，真没有啊！这个没有，这个不是，它这个应该是就这个 option 选项里面可以改。应该是视觉方面的啦，但是我找不到它可以改语言的东西，奇怪。这个应该有中文版吧？这个，其实它中文好像有中文配音，是大陆那边配音。不好，我再重新看一下，刚刚可能是切改那个平台的语言吧。啊，可能要重开吧，这整个都要重开吧。哦，它字幕只有简体中文哦。
啊，这么麻烦哦！你有玩吗？你刚去查。你说打控制，你说在启动游戏之前是不是？我刚好看到，他好像可以输入启动，额外命令列，他可以输入哎，真的，好扯。哇，打个游戏像玩个游戏这么麻烦。对对对，有设定的对。然后什么控制列，有刚有用的，看看有没有可不可以，不行就算了，就玩英文版吧。那个问题太多了，这款游戏，我记得刚出的时候问题很多。本来想要买一只就在看，小乐色。哎，有了耶，好神奇哦！这么神奇的吗？这个，他这个这样子要切，这样切中了，谁知道啊？这谁会知道啊？这每个人都是这样切的吗？这么扯啊！这是我没有切到。09，一重新设为预设值。这刚刚为什么会0.9？滚都滚到了，人角色就是最全开了，反正我都先我全开。再全部再起，很烦。他要调一调，好了，开始玩了。声音模式，小喇叭，高传真夜间，傻小，高传真呢？你是用什么显卡、啊？全卡应该能顶了。进游戏的话，这个我应该是有用到。2080 Ti， 真假？2080 Ti 耶，然后你还双，真假？唬人的吧？一张要10万耶，Ti 没记错，一张10万，然后你两张。
真假？很多很多直播主都没有这样的设备了。那些很红的，我看他们有的有一些用很还用上一版的。那、啊、你这个，你现在是，你应该不是学生了吧？哦，太可怕了！如果你是学生，然后花这样的钱。看你名字，觉得好像是学生。十年用十年啊！你是？十年，从国中开始用，高中，高中喜欢喝草莓奶，是吧？标准吧，27了，哇，27，哇，这么的，我想说你应该可能才大学生吧，左右吧，27了。然后你是女生啊，女生，然后哇，然后女生会用买2080 Ti 双显卡，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女生会用到这么高级配备，超级高级配备。我想说买一张2080 Ti 都差不多，因为女生的话玩一玩就不玩了、啊。COD 五，COD 五，那不叫，它最新版不叫哦，上一版是 4啊，现代战争，它这版没有，就叫现代战争，没有五吧，没有五吧，那个 Call of Duty 我已经放弃了。以前我很爱玩，现在不想玩那种，我觉得每版差不多那样玩，玩久了，而且那个每年都一直出很烦，然后都不想玩。以前都有买来玩，就最早的 NW2 吧，后面就很少玩，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什么在打。可是你都没有在直播哎、欸，玩的那么好的配备，怎么都不来直，就是录一下播一下。哦。合作这什么东西？哦，朋友家，哦，对了，你好像那个台都放 LLL 的，你的台是，所以是那个是去你朋友家播的。
我这用人家电脑打实况啊，用人家实况啊。合作这什么东西？看不懂，所有的都。经典合作竞争，这个就是传统的那一种规则啦，就是说谁先干到谁，谁先拿。比如说这个，说这个像这种要体验好，就这个。So you want to hear a story, huh? A tale of adventure across the stars. Come, listen to old Marcus. Have I got a story for you? My tale begins here on this backwater planet called Pandora. 接单。Some say it is a wasteland of greed and violence, and it is.But if you've got skills to pay the bills, Pandora is full of opportunity. Vault hunters, they brave the merciless borderlands in search of secret alien treasure. My father told me tales of vault hunting when I was but a little Marcus boy, and now I tell you. So you ask, what treasures do the vaults hide? Fame?Wealth, power, or maybe nonsense like charity or family. I don't know. Use your imagination. Whatever the price, a vault hunter must have the determination to seize victory from the jealous hands of fate. Now, my story is about a very special band of vault hunters who have only just started their journey. They are bold and hungry.Maybe old Marcus tells you this story because they remind me of you. Just a little, don't let it go to your head. These new vault hunters are answering a siren's call. Her name is Lilith, and she is a hero, savior of Pandora a dozen times over. Lilith is recruiting a team to hunt for a map. A map that leads to vaults all over the galaxy.But she is not the only one. Dark forces have gripped the borderlands. A new threat, unlike anything the galaxy has seen before. My story begins right here on Pandora, with our new vault hunters, their siren leader, and most importantly, me. Wow, so this is your main job, right?太猛了！哇，那所以你才可以买那个那么高档的配备。哦，原来如此啊！我懂了。哦。想说女生怎么买那么好，有点。没有碰到的。室内设计师。哇，职业还这么多。所以你算是自由工作，就是接 case 这样。是怎样陪打？好好奇，坐在一起吧。好好奇，真的你没有？我不知道会有那种需求的人是怎样？可以稍微讲一下吗？好，我想听听看。我想了解一下。因为通常我玩游戏都不希望旁边有任何人，不希望有任何人能拦，你知道吗？我比较喜欢专心打，
会去他家里，对不对？如果那个人很无聊的话，会去他家里。嘣，好无聊的开头，真想删 gain。老旧的风格，叫做 boring dance three 啊， boring boring。哦，线上陪打的哦，我还是会去人家家里那一种嘞。线上陪打那就没什么意思啊，没什么，随便找一个都蛮有聊。还要花钱，我那线上还要陪单，然后还要花钱的人，这个是怎样？太寂寞了吧？没意思啊，像我要约都是约出来的，不会要见面那种。我不会跟你说，我要跟你叫你陪我打，很无聊。我有我的事情要做，我不会找我这么无聊去。我有事情太多做，像我。那线上陪谈应该大部分都是聊天啦，说开麦这样聊，互聊这样，应该没有这认真要玩，就是说他想要有人陪他一起这样玩游戏的感觉，这样子吧。哦，唱歌哦，也不错，聊天，唱歌，对啊，这样比较热闹。嗯，不错。哦。我还是想，我想的那种需要去人家家里那一种陪玩呢、欸。哇，这么劲爆！我想要去他家里陪玩，哇！可是这样会好赚吗？你知道像线上约这样子，好，比较恶心。你说线上恶心，包整天恶心。啊，你这种线上约啊，去哪里约啊？有这种平台吗？脸书约吗？还是怎样？好好奇哦。因为我完全没有这种需求，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行情是这样。我完全不知道这种，完全不了解。哦，8591哦，那种我没有哎、欸。我知道好久以前玩天堂，很久以前是。859哇，那种平台我没有来接触，完全不知道。哦，所以你会用859，那个好像卖外挂什么吧？我是卖账号这种的，我账号都没在卖的，我玩一玩就丢了，会不会送给别人？ Home planet unknown.哇，这个比那个还要无，我觉得那个什么比较好哦，那个天命二可能还比较好哦，比较吸引我，这个好像有点好。I'm Lilith, commander of the Crimson Raiders. Those bandits you fought are part of a cult hunting for the Vault Map. 当然是兽王那只吗？ For now, my scout is waiting for you up ahead.那你那个大概多久一次单啊？多久一次会有人想找你？想找你陪打？哇，那你这样。随时都有单哦，每天都会有人想要找，真假？Hey, you must be the new recruit.
I am a CL4PTP steward bot, but you can just call me General Claptrap of the Crimson Raiders. 啊，你在上面刊登的话，会有你的照片或什么资料吗？会，就说客人可以选吗？Warrior for peace? 还是说他找你就是一定是你出来？就说你会你。就说我可以选择吗？有没有可以说选我要这个女的那个女的来回答？哦，没有放资料啊，就是说单纯打文字说，就说你看你要待定或是陪打这样哦，这样子。然后说那个人也不挑啦，那个人都不挑哎、欸，所以他也不知道你的声音是。怎样的时候，然后长得好不好看，然后那客人他都不挑啊，可以死定，太好笑了吧？哦，还是哦，Have you had a chance to check out my mixtape yet? The Echo 3. Slightly more powerful. 小吵闹啊，这只。那我现在这个这样子不是就是说陪你们吗？我可以卖，然后你陪你。喂，这也叫陪打啊！我操！而且我还没收费，快点，你赶快下面抖内啦！往下面我那个有没有抖内抖进来？真的是死，笑死人！会哦，会转圈是不是？频率很高吗？转圈的频率？可能我那个流量开有点高，所以它不稳定。刚刚只有一次而已嘛，刚刚只有一次转圈，只有一次吗？这个没有人跟我反映过哎、欸，没有遇过有人。不止一次哦，完了。可能我开太高，不然我重开，改一下流量改稍微低一点好了。我干，高档。我现在我流量可能开太高了，等一下我等一下开哦。